Hello， 大家好 ，Welcome to my vlog。一转眼，今天就是农历正月初八，也就是我们华人拜天公的大日子。现在来买一些东西。今年拜天公有点特别，我是订了一只卤猪，然后现在来拿卤猪。我现在要放这个 barbecue 鸡。